大家好，我是在耳湾做房产的 Chris 刘，今天又来验房了，看看开发商又有什么新功能了。最后一个绝了，这个呢是车库的一个 master，上面带摄像头的，还可以左右转，用手机还可以控制。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 solar 就是太阳能，然后它把开关呢也现在也做到了这个电板里面，以前都是单独的一个开关。另外呢车库上面也会有变化。 在车库上面呢，会装了这种钢架子，这个都是开发商给装的，可以放很多很多的东西，相当于多了一个仓库。还有呢，这个 tankless water heater，这个热水器超级大，它把那个加压泵，然后放到了这个里面，所以呢，它现在就没有单独的加压泵了。最厉害的来了，这个不用电的灯，它在每一层楼都有。 它是通过这种玻璃纤维，还有这种反射，然后把室外的这个阳光直接导到了屋里面。这个在新房里面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如果大家还知道什么新奇好玩的功能，也欢迎分享。谢谢您的观看。